男人打拼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我是一个滚头师傅，大家拢叫我男教练。蓝正龙这回为了最新贺岁片打掉个 L Loki， 撇下帅气小生形象，顶着马桶盖飞檐走壁，当起国术馆教练。哈喽，是，诸葛亮新春贺岁档推出自制自演的新片《打雕哥》，找来蓝正龙、金马影后杨贵妹、吴克群等人气偶像打造全新阵容。这回除了诸事幽默之外，还特别加入了许多武打场面。你看啥了？先见，我来看好看的。好看？啊，不错，能练身形骨，我看来。哟，啊，我来看无。啊！你都给我打掉哥啊！你蓝正龙配上诸葛亮，两人继鸡排英雄后再次合作，默契再升级。我是专门帮助别人消除悔恨，还有罪孽感的，我没有烦恼的，我很开心。女神舒淇变身村姑，男神张孝全也满脸胡渣，巨星云集健忘村，集体牺牲扮丑，抢攻明年春节贺岁档。我喜欢当邮差，一人送信，一人送终。李美秀的年上又粗又黑的假眉毛，演出杀手级侠女，从头冷酷到尾，全片不苟言笑，让影迷好期待她在健忘村中的突破性演出。两大喜剧天王天后大厮杀，锁定观众的红包台。借台北综合报道。